早晨，你叫做乜嘢名啊？我叫 Ria Fabiandina。你有几多岁啊？我24岁。你结咗婚未啊？结咗婚。你有冇小朋友啊？有啊。有几多个啊？一个个仔。哦，有一个仔，几多岁啊？5岁。哦，5岁。咁你中唔中意照顾小朋友啊？我中意，好中意，好中意啊！咁你咧，第一次喺香港度做，做照顾有几多个人啊？有爷爷，有阿妈，有太太，有先生，两个小朋友。系，咁你做咗几耐啊？系嘛，9年，九月。9个月，咁点解9个月嘅？系嘛，个妈妈死咗啦。哦，嫲嫲死咗，咁咧，嫲嫲咧。懂不懂得行？你懂不懂用它推轮椅啊？冲凉啊，换尿片啊，即你都懂的，冲凉换尿片同婆婆。嗯，那你懂不懂得去买餸那些的？都懂的。那你做了九个月，婆婆死了，你就回了印尼。回了印尼有几耐啊？1年。那跟住再回来香港。现在照顾几多个人啊？2个人。有先生太太。有先生，有婆婆。我先生和婆婆。婆婆识唔识得行噶？唔识行啊！婆婆唔识得行嘅。咁你每日做啲咩啊？嗰啲腿推轮椅啊，推轮椅。咁你有冇同婆婆去饮茶啊？食饭啊？婆婆佢要饮茶，佢买餸嗰啲。我你有同埋阿婆婆一齐去。系。咁你识唔识得去买餸啊？识，我识。你识得买啲乜嘢啊？买薄菜、番茄、烧仔，同其他嘢。哦，都好叻喎，好多嘢。你食唔食猪肉噶？我唔食猪肉啊。系，咁你识得煮啲乜嘢啊？我识煮猪肉。我就会煮嘅。你识唔识得煮咖喱鸡啊？我识。哦，你都识噶。嗯，咁好，唔该晒。拜拜。